Thank you. Are you okay? Hello. Thank you. Thank you very much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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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观众大家好，这里又是半条命老鸟带来的攻略视频。今天这个视频呢，主要是想给大家讲解一下如何快速的解决狙击手任务二啊，也就是那个很头疼的五个摄影机金币的那个任务啊。很多人觉得就是因为摄影机金币这个很难拿，所以就找了朋友一块去刷，但是呢，如果你掌握到诀窍的话呢，其实这个任务还是很好一个人在公共战局中完成的啊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怎么来快速的解锁这个任务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任务的要求啊，我们在做狙击手任务二之前，首先需要解锁狙击手任务一啊，很好完成就不多说了啊。然后我们看一下狙击手任务二的具体的要求，其他这些条件都是很好满足的，我们只需要拿到最难拿的这个五个摄影机金币就可以解锁到 Mark 10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摄影机金币的要求啊。这个摄影机金币呢，是需要用你的摄像头探知到敌人的位置，然后由队友击杀。每个队友击杀的敌人呢，都会给你25分的情报协助积分啊，这样往返重复10次，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摄影机金币了啊。这个要求还是很简单的，但是呢，目前有这个系统 bug， 就是说呢，当你探知出来的敌人被自己人再 Q 一下的话呢，你这个得分就没有了啊，就等于说这个你这个探索是无效的。啊，所以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才能快速拿到这个摄影机金币呢？首先我们当然需要放摄影机啊，找一个隐蔽的小角落，这个我们要放心自己的摄影机是不会被友军火力杀伤的啊，也不会被自己人破坏掉啊，只要放在那里的话，好像应该是所有照到敌人的这个摄影机都会有分拿啊，至少我觉得应该是这样。然后我们要配备这个 Taser 杠啊，就是这个电击枪，电击枪这个打中敌人之后呢，是会有这个非致命性击杀的啊。我们只需要等到这个敌人身上出现这个摁 E， 然后拷问敌人的这个选项出来之后，对着敌人的尸体摁 E， 然后就可以获得敌人在小地图上的全部的标识啊。在这段期间里呢，只要自己人有杀敌行为，你就会获得好多好多的25分的这个情报协助啊。当然我们这个近战杀敌非致命的那个，也就是用什么棒球棒啊、警棍什么的，这个也是可以拷问的，拷问完了同样有情报的分拿。只要你的摄像头有一个还在运行，这样的话你拷问出来的这个敌军情报呢，全会算到你的摄影机金币里，这样一局下来至少能拿2-3个摄影机金币啊。这样的话我们的任务解起来其实就是很快的了。我个人建议呢，大家尽量选择这个住宅区的 TDM 啊，因为这个图是比较封闭的一个空间，然后这个交火的这个频率是比较高的，然后我们这个得分得这个摄影机金币呢也就会快好多啊，这效率会比较高一些。然后我们尽量用这种就是非致命武器来击杀敌人，比如说近身啊、电击啊什么的，这种把敌人撂倒，然后拷问，然后就可以得到敌人的这个情报，然后自己人杀人，然后你看又得了一个摄影机金币，这回应该任务已经完成了啊，果然完成了。刚才好像跑过去一个敌人，他没有过。好，今天的这个攻略呢就到这里，祝大家这个电人和这个逮捕敌人愉快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一点点距离，一点点距离，去走北天。
鞭子掰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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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eep, dark fantasies.